神色豹应该不会同个地方被两把枪吧？你他妈，你的神色被枪被到我这边来了，你那个小翅膀神色。 Next level teammate, 我操！可以可以。 啊，是不是看你面前两无头是以为还是有头？我帮你丢本雷。啊！我操！可以，查这的无误。 我要退出来了，哎，死了耶！SpawnPoll是不是太久没打隔离战了？我操，都不会退出来了，我操！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
干嘛？说什么？说我们讨论别人？然后呢？我后面的没看，我只看到他说什么？说八五也管不了，我只吐槽一下那里，后面我就没看了。B 站话说的，他说我没遇到，没说我们水平比一般好点啊。哎，我没有，这个时候你没有看过那个动漫，太搞笑了。那个动漫是。我给你描述一下场景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比如说有一个，就是两个人在打架，有一个很屌的人，就是他对面那个人放了一大堆技能，然后做一大堆铺垫，然后上去打那个人，就打了一拳，然后那个人一脚就把他踢死了。然后那个人就做了个手势，食指和拇指，然后说我们之间距离只有这么一点点。我他妈就想发这张图给他，我操！我们差距就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操！哎，你说在他眼里是不是阿肥也就只会比他难那么一点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妈的妈呀！完了，估计要死了。这他妈的，他们到底会不会玩隔离战啊？我操！要不是社报不会推出来，要不是日本人不会推出来，我他妈不知道说什么。老子的沙眼啊，哪个不要命的把我沙眼点了？你也退出来了，
你在那一波结束之前应该先换个资源，然后焊完再换回来。我就说啊，哎，那一波结束之前换个资源，然后再换回来。老子啥也没了，哪个 fucker 进去了？我操！没，两个日本不知道说点什么鬼，打一堆乱七八糟的话。后面那个人还有回复吗？没了，就他说完，就你回完那个不。不认识不可能，然后他就没有回了，是吧？他敢回啊？撕得过我们这么多人？哎呦，得了吧！他还有那个谁的好友呢？还有大秦的好友，又怎么样？大秦也比他好，玩的好一点点而已。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？TS 啊！哎呦，TS 呢？明天还要用 QQ 啊！我操！日牛！那你这就雷军新版的呀？四个 LP 不来，哎，这才对吗？我操你妈！哎，nice，四个 LP 没推到，我可以死 LP。子弹时间一边换464子弹一边发这个，你还别说小 LP 压线能力是挺强，我操！这他妈的，这场面都是被小 LP 压的，我操！被大怪站起来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站到门口这，全他妈是小 LP，五个小 LP 了都。啊？圣豹的马神圣马格南打出小 LP 无头尸，还锤到了我。That's really cool，我跟你说。
是经常有的事情吗？人太快的话，直接扔出去，瞬间就捡回来。This shit happens all the time。就是有时候你扔了，如果你刚好往前走一步，就会直接又捡回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经常遇到这种。就是、This shit happens all the time。完了，我觉得我要变成你了。这一波他妈只换了16石。怎么办？这样我就失去我个人特色了。哎，不行，我应该是综合型枪手，每套枪都换一把，差不多。我操！开局听到三四个火箭，我操！这堆柳州的东西。榴弹忘马了，完了。不是，这门口死你们又不打，你要等到打完这一波是不是？我操，真的是 next level CD， 我操。太熟悉了，我操，来个小，
easy easy cycle easy cd， 除了你把最后那一段剪掉。哎，讲真，除了突击死那一波，我们都没有被逼到这后面，好吗？哎，你自己都说了，好吧，我们听不懂中文。你说我们在他们府里过的几乎他们会把我们加上去吗？Non group member， 我也想啊，我也想全进。你买彩票？酷。哎，哦。我这人这么肥 ？OK， 酷。我说你他妈买不买彩票很肥有什么关系？GS， 不知道要说啥。好好看，好好学。然后他说什么？哎，没意思。要是我他妈直接发 the car cycling begin， 应该是发快的视频里面。哎，那把肥猫是杀大怪最多吗？还这个什么什么大型，不知道是不是说阿肥杀大怪最多。对，那个瞬间是为了拉准星回来，我觉得，把准星重置。真是酷。那比较大的好像是比较大的。
他妈的，哎，就我一个人撩 boss 啊！你们要点脸吧？哎，找圣宝，找圣宝。Yeah, that's right. This is side. 哎 ，I'm 退出来了。哎 ，the short side is mine. 你们输出给力点啊！我看你刷小 LP， 这帮人，我操！还不刷？什么酒？哎耶！ Yeah!有一个，你那边几个 ？Fucking shit！ 好吧，两个。小 LP 强，我的小 LP， 看不起，真假的？别人抢无头死都不算我，你确定小 LP 抢一个没死的，真的算我的？Yeah, mine. 哎，管他大怪，管他大怪上不上榜，先上个 boss 吧。我操！我136，爽！哎，太真实。